碧桂园它整个负债大概是低于2兆人民币，然后因为这个碧桂园它出现这个无法返还的将近2000万美元的这个利息，因为目前来讲它不是暂时违约，因为它现在进入这个10天的展延期，它就是要谋求这债务的这个重组，所以有市场上有人在猜测，碧桂园要借着这个延期支付利息，然后主动开启这个